投资要投哪里？哪里？这里吗？还有敌人。啊！我走枪了！帮你！嗯，这现在是剧情挑战，我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我现在在玩剧情呢。你要是帮他的意思吗？还是我要等剧情看？군대가다가온다몇주동안놈들을추적하면서수백명의사람이설원위에철로된흉측한건물을만드는걸지켜봤다많은사람이죽었고얼어붙은시체는툰드라에방치됐다매장이나화장같은장례식은치러지지않았다새로운침략자들은신을믿지않는잔인한놈들이다산속에귀중한금속을찾아왔을까아니면과거의적들처럼신성의원천에이끌려온걸까우리는또한번의전쟁을준비해야한다他那个语音是韩文的因为我不喜欢中文的配音所以我没有用他的诶我的音响有点怪怪好我是还蛮喜欢韩文的啦所以因为我不想听中文的所以我没有弄我能不能带着那个火枪去丢那个丢那个电视屏幕？我想带着它跑。宝贝，我数十五。对呀、啊，母敢吧？是的。老鼠，欸、我想射老鼠。哇，它真的是里面中文版里面唯一有办法选的啦，所以我就选这个。哇，蛮喜欢的啦，蛮好听的。只是可能有些人还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我有很可惜，是它没有中那个英文版，那英文版也很棒。我射不到老鼠，你干嘛一直过来？又不给我射，讨厌！我想要炸了。好，准备。我这样我有火鼠可以吃吗？也没有，火鼠。哎，人家想用弓箭啊！你不觉得用弓箭很帅吗？人家想用弓箭杀老鼠不行，这可以用啊。啊！啊！对，我把回收好可惜。啊，我觉得弓箭很帅，唯一有办法玩弓箭的一款游戏，我觉得很棒。我把这些破坏掉，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接住我？好，破坏。OK， 好，来讲话吧。不要啦，不要给他射他啦。怎么罗拉熊你竭力？安顿安顿，我不
想射绑住的人，他很可怜，他不能射啊！你看，我拿枪的对着他不行，所以放弃吧，不行。嗯，啊，我要怎么出去啊？还可以，好。有宝藏，到了宝藏。哦，那什么，看起来很帅。哎呦，子弹子弹，我要怎么出去啊？我现在要去哪里啊？嗯，哦，这里。啊、哦，好多人哦，怎么办？哦，这个剧情。내가뭐라고했지하지만저항이이렇게거셀줄은너는장식으로달렸나그런것도파악못해이임무가얼마나중요한건지몰라제발제발제발모르겠지제발기대한내가바보였어잘들어얼마안남았다하지만방심하지마작전이성공하면새로운세상을기다린다우리가만드는세상지금강으로와보셔야할것같습니다그용사대할것같은포로잡았습니다믿고따르면그영광을함께누릴것이다因为那是他厉害的地方，没有沾到手套。你知道怎么打？讨厌，我没有东西。讨厌，拜。我从哪里出来的？哦，哎，他怎么把他关起来了？哎，好多人哦。我先杀。杀杀杀！杀哪里？我怕他走过来。연결부위가망가졌어봐줄래别的绝招了。거기잘잡아啊，全部中毒而死，哎，好爽哦，这样没有问题。OK， 好，还有一个人没有杀哎，好可惜。你看我什么东西可以拿？嗯，我要怎么上去啊？
飞。对啊，就应该有这个东西啊，我又不能带着它，好可惜哦。我记得我杀了不少人啊，人呢？啊，在这里。这还蛮好用的，像毒物，毒物攻击还蛮好用的。연료탱크를파괴해야하는데철괴난药箱내놓내놓我不知道他怎么救你啊没有东西可以拿吗好吧大病好了，我已经让他去见上帝了。燃烧吧，火鸟！哦，它的声音感觉就非常的火鸟，不觉得吗？为什么？还是全炸、哦？他炸我是不是安全的？有影响是吧，范大人？对啊，还不错。如果太不准了，所以우리는밤에도일할수있다。很难，还在练怎样比较准。시리아에서날죽이려고했던그남자콘스탄틴이여기에있다잔인하고위험한건물론이고비뚤어진신념을빠져무슨미친짓이라도저지를것만같다이번에도이렇게또광신도들이랑엮이는건가이바닥에선흔한일일지도모르지평범하고성실한사람들이영생의비밀을찾아헤매지는않을테니콘스탄틴의부하가무전으로중요한포로에대해얘기했다전에만난이곳주민같은사람일까그렇다면뭘알고있을까트리니틴수단과방법을가리지않을거다이포로를찾아서자세히물어보자이곳주민들의신뢰를얻으면나중에큰도움이될지도모른다어잠깐만你说古墓酒的那个吗？我还没打完呢。对啊，他们都是可怕的宗教分子。这个我用完就全部都没了，好像是耶。零件好少哦，好换衣服，好换一个比较不用花那个治疗的，因为我实在是太容易死了，这样我比较安全。
这个熊猫好了。我是不是应该杀一点小动物啊？我觉得我的肉皮都够不够？58，那楼梯又很爽的感觉。是的，那我要等它那个先。我觉得鸟比较乖，鸟比较好射，我抓不到兔子。那我要当天下无敌，兔兔，兔兔不要跑！啊，射不到兔子。我可不止放蟹，只是先放生你一条生路，再生出更多小兔子，我再杀你。对，没错，说做的真好，给我一个台阶下，我杀不到兔子。哎呀，兔子太小只了，好啦，那么大只的熊我也杀不到，我杀好久，没有办法，我不管大小只都杀不到。哎，这个不是书吗？不是要给我看的吗？啊，好可惜。쏘지마요저기아니에요我没有开枪还没你能怎么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你有事你要给我一个说法我才可以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我要操作好真好不好难哦
在适应当中。哦，有路耶！我是买实体片哦，它就是那个在1790吧，然后有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买，然后它就是中文版的，然后它有它后面会写语音中文，然后字幕中文，然后它不会把韩文跟简体中文的配音写进去，所以反正你就跟他说你要罗拉中文版，它就会有了。就我之前就是以为，就我问人家，我就跟他说有没有中文，就是其他的配音，然后他跟我说没有，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买了，然后后来又去后来就想说好吧，就中文就算，然后就买，然后就再一问其他店家，他跟我说有，然后Steam的不是比较好解决吗？就电脑的就应该都可以用吧，电脑的话，对。只要没有办法瞄准就是好人，我要假装他是坏人啊，不然怎么行呢？对不对？哎，那只大鹿怎么不见了？我想杀他，大鹿鹿嘞？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啊？可用的任务还有，是什么啊？这是鹿吗？对啊，我是玩 PS4 的。我刚刚明就有看到大只的鹿啊，为什么它不见了？我是觉得电脑版的话，语言比较好方便处理啊，因为你想要什么声音就有什么声音啊。可是我不会用，我一直不理那个好人会怎么样？可是我好想要录。我好想要扎营哦，不想迷你。燃料탱크를잃었으니놈들도느려지겠지만멈추진않겠죠。好吧，我只好跟你说。哎，可以了。哇，在那，在那里，我看到他了。这可以跳下去吗？我跳下去是就死掉了，感觉不行哦。这里有新的东西。지금은못끌어내려哎，鹿怎么不见了？我要兽皮啊！看那边，现在是猎动物时间。哎，不要跑啊！动物，你们跑走，我吃什么？我要靠你们吃饭呢。不出来，我会饿扁扁呢！快点出来！哎呦！跟你说话的당신들은누구죠그건나중에대답하죠궁금하면내얘기잘들어요옛날통신탑을파괴하는데성공했지만아직연결된중계기가있어요그것도처리해야해요도와줘요믿을만한사람이라는걸증명해봐요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熊会不会吃其他人的大便어디한번해보자你要问熊啊좋아요빨리해야돼요啊，我是熊，那雌熊非比熊，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吧？我可以开吗？打开，再出鲁拉，开，怎么不开？러스는나한테청소는방법을꼭배워야한다더구나그래서오늘러스가좀가르쳐줬는데도저히감을잡을수가없었단다튼튼한막대하나와좋은창호한켤레만있으면현장에서아쉬울게없다고너한테얘기하곤했지나는대화로싸우는사람이라고했더니그럼달려오는들소도대화로막을수있겠냐고묻더구나그래서대답했지자례가있으니까알아서해주겠지라고말이다어쨌든날위해서하는일이니고맙게생각해야지하지만청소는건도저히못배울것같구나
루스 아저씨는 내가 엄마한테 예리한 눈과 안정된 손을 물려받았다고 했죠. 그해 여름에는 아빠 대신 저한테 총 쏘는 법을 가르쳐줬어요. 어쩌면 그때 너무 잘 배웠나 봐요. 这个感觉略过好可惜哦那你怎么知道假的그포로를한번찾아봐야겠어